第一款折叠屏手机早在2018年就发布了，但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总感觉折叠屏的普及速度还是不够。除了价格太高之外，折叠屏的折痕以及体验方面让很多人望而却步。不过今年我们终于等到了国产折叠屏手机的全面爆发，这其中 Vivo X Fold 无疑是那颗最闪耀的星。包装设计跟 X Note 一致，同样的大气尊贵，里面同样也是标配了 1.5 米的 C 口数据线、80瓦的氮化镓双口充电器以及一副有线耳机，没有附赠保护壳。好了，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 Vivo X Fold 无铜灰真机，相比蓝色版本似乎多了几分沉稳优雅，也跟 X Note 一样设计了类似缝合线的纹理，看起来精致感十足。Vivo X Fold 展开后机身厚度 7.4 毫米，折叠后的厚度为15毫米，机身重量310克，配备了4600毫安的电池加66瓦闪充组合，同时还支持50瓦的无线闪充，这在折叠屏手机上极为罕见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部分，屏幕。首先是硬件参数上，内屏配备一块 8.03 英寸 2160×1960 分辨率三星 E5 发光材料120Hz 动态高刷屏，静止时画面会停留在 10Hz， 滑动保持在 120Hz。 屏幕表面也有 UTG 玻璃盖板加持，除了能够更好的保护屏幕之外，触控感受也非常出色。这次 Vivo X Fold 创新采用了航天级浮翼式铰链，每天折叠80次也可用10年，折叠后两块屏幕完全贴合，可以夹住A4 纸，算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铰链技术。而最为惊艳的还是折痕把控非常出色，浮动中板设计的加入，展开屏幕时中板轻轻托起，相当于把凹陷区域给撑起来。这样设计的好处就是最终的折痕非常细微。从折痕的表现流派来说，属于折痕宽且浅，而 OPPO Find N 是折痕超级多但也很浅，两者都很高明，最终即便是强迫症用户也可以接受的。外屏方面配备一块 6.53 英寸 2520×1080 分辨率三星 E5 发光材料，右侧微曲，同样也支持 120Hz 高刷，只不过没有 LTPO， 屏占比非常高。屏幕比例方面也不像三星那样窄，外屏的使用率大幅度提升。 Vivo X Fold 内外屏都支持超声波 3D 指纹解锁，这在折叠屏手机上也是首次看见，虽然不是广域级别的解锁，但超声波指纹解锁的体验想必大家都知道有多强。性能部分， Vivo X Fold 搭载骁龙8满血阵营，对于游戏方面折叠屏一直相对吃力，内屏比例太阴间，因此游戏是不建议的，外屏比例对于轻量化的游戏基本可以胜任。影像方面， Vivo X Fold 同样毫不逊色，主摄采用三星 GN5 5000万像素主摄，支持 OIS 光学防抖，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景的表现完完全全不逊色于搭载于 GN1 主摄的 X Note。 而且在没有影像 V1 芯片的加持之下，极夜模式表现也非常出挑，硬件上虽然有所保留，软件算法方面 Vivo X Fold 很显然是跟上了。本来打算用 iPhone 13 Pro 再 PK 一把，但从出色的样张表现来看显然没有这个必要了。其他三个副摄都跟 X Note 保持一致，这里我们也不再过多赘述，但潜望长焦的配置再次打破了折叠无长焦的尴尬局面，实际表现也足够出色，大家直接看看样张。作为大屏产品， Vivo X Fold 的软件部分也是消费者最关心的点， Origin OS 在折叠屏上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我同样关注。前面的片段想必大家已经看到了，除了大之外，系统的默认壁纸、排版、原子组件的加入，不得不说让商务气息直接拉满，真可谓开屏惊艳全场，也为整机的商务特性增色不少。 Vivo 自研的原子阅读、原子笔记、琥珀扫描三大套件也给你安排了，还有 Jovi 输入法 Pro 同样也做了大屏的适配。单从这些办公生态的软件体验来看，无疑Vivo 又上了生态节。折叠生态方面， Vivo X Fold 支持多角度任意悬停，因此对于视频软件也做了全面兼容，90度悬停即可开启支架模式追剧，滑动下方触控板即可给视频快进倒放，非常方便。相机同样也是90度悬停即可变成支架自拍模式，点击左上角按钮即可切换为外屏后摄自拍，折叠体验通通拉满。软件兼容性方面，得益于比例的优势，少部分不兼容全屏体验的 APP 都可以以分屏视窗呈现，例如购物软件，而主流软件像小红书、剪映这类刁钻的软件直接做了大屏适配，目前暂未发现软件兼容性问题，即便有外屏也可以轻松呈现，所以整个软件部分也是 Vivo X Fold 非常出彩的地方，甚至有些行业标杆的意思。最后 Vivo X Note 也配置了素质颇高的 Z 轴马达，也支持 NFC， 甚至还有红外遥控以及物理静音按键，配置了气压计，在指南针里面可以查看实时海拔，也支持摄像头检测功能，打开爱管家点击摄像头检测即可开屏惊艳全场。
这就是我对 Vivo X4 的最好的评价。尽管 Vivo 这边的折叠产品是最晚上市的，但从硬件堆列和实际体验来看，明显要强于之前的任何一家。再加上8999的价格，确实有些不可思议。Vivo X Fold 也会是我的下一款主力机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觉得还不错，记得转评赞3连哟。关注机构不迷路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